抽水，我还要，我还要抽水。The unthinkables have been assembled for your inspection, Presidente. They are a rowdy bunch, but 还有钱，有钱，他们捐钱给我，靠，又进水。最好是可以淹到这么里面来啊，这么里面也进水。是什么？靠，这边有道路哦。难怪这里没有在发电。哦，赶快发点电好吗，大哥？好啦，该有电了吧？路都帮你盖出来了。研究应该有在跑啦，因为我排程给他排了很多。要81个月，有没有看错？飞行，看一下啊，不行，要研究81个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要研究这么久啊？53%，完了，我们支持度一个世界新低耶！医院里面没有人，靠，这个不是吧？医院的工人也太贵了吧？完了，这个岛现在危机四伏，我很惨，我很惨。有，拜托来医院工作好吗？不过就是，我还要盖大学，是不是？好，盖大学，盖大学。哦，好，有钱，有钱，就拜托，拜托，让我盖大学。就盖这里啊，盖个高中。不要再，我是不是要再盖图书馆才能增加研究的速度啊？我原本的图书馆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这里。提升，所以多盖图书馆可以让我的核子计划研究速度变快。哦，这个支持率我觉得要 GG 了，大家都不支持我，都没有人要来医院工作，我已难过。哦，资讯部主场阻止了一场叛变，派遣军队了。不要再乱抗议了，你们！我预算增加，是不是来工作的人就会变多？哎，好像是哎，那这个预算给他增加，有哎，预算增加人就愿意来上班了哎，也太现实了吧，你们！真的是预算问题吗？22K，你们不来工作就对了。哎，真的哎！啊，预算预算都给你们，都给你们，然后我就穷死。哎，瞬间大家都来上班嘞！我看一下，待会这个健康哦，已经到25了，已经到25了啊、哦！不是，敌意原子已经，你如果这个不研发，它还是对啦，你看。看一下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第一原子，那就直接先第一原子哈。称赞称赞称赞，好，称赞76，外国援助去年86000，哦，中心来了，完成了，好，11个月才能结盟。先把布的这个船只移回来哦，可以了，可以，石油可以了，我还不把石油全部运出去，爽啊，各位，运石油了，运石油了，哦，钱一直喷，一直喷，瞬间喷到13000，啊，有一条贸易路线是哪一条？我看一下哪一条，啊，出口石油了，终于靠石油赚钱了，核子计划7个月，啊，我的研究2个月。存钱怒盖核子计划，然后快速，有可能成功吗？靠，又在罢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哇，这里是干嘛？罢工！来了来了，核子计划来了！靠，一直负债，继续研究，继续研究。
航空母舰，然后研究航空母舰，然后前面有什么可以研究？机场。好，先这样。多少钱？36000。36000。哎，美国，借点钱吧，美国。给点钱好不好，美国？完了，剩4个月，4个月。啊！完了，剩4个月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没办法盖那个啊，盖不出来啊。这是先延长一下。2个月，30000块，让我存一下，拜托，拜托，15000，拜托。2个月，我，完了要被打了。这样是直接GG还是就打仗打起来啊？这个任务到底是怎样？靠，直接输掉啊！看，直接输掉哎、欸！好难哦！我们看一下最近的存档是什么？好难哦！我以为还可以让我打打看，就不是哎、欸。这个剩14个月，这来不及啊！我要读更前面一点的。哇塞！那这个是剩74个月，这还有机会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赢的啦。先把这个试试看啊、哦，就是要钱嘛。来，我们被健康拖太久了，根本不用盖那个，根本不一定要盖大学，大学可能长期要，但是还好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邀请美国，邀请美国之后，代表团他就给我任务，然后我就去挖石油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卖石油啊！我知道了啦，这关比较难，但是只要知道应该是还好。好，盖到了，看一下研究，132个月，是哪里有罢工啊？图书馆要罢工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拜托去图书馆上班好吗？拜托！大学也没有人啊，可以帮我们教育一下。哦，有，大学有人。哦，好，反正我们还有4年。我们还有4年的时间哈，就盖大学、盖图书馆、存钱、盖核子计划，其他都不发展了啊、哦！15个月啊，时间又要不够了，感觉又要独挡了，这好难哦！我被图书馆罢工的人搞死。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才愿意上班呢、啊？我全部这边独挡重来好了，这真的不行，好惨、啊。哎，现在图书馆的上班的情况，小看一下，这边28个月，但还是来不及。好啦，算，独挡。好，从头，但其实也不是从头，就是从中间开始，从这个节点开始，跳过了啊。啊，开场。火就在烧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开场20000块哈，这个怎么在烧啊？开场20000块，我们就现在盖一个那个，我先排一下研究计划。炼油厂这个要盖。好，先这样子，然后。超级电脑，是超级电脑，这有搞头，还是要盖大学？好了，盖大学好了啦，我觉得盖大学比较可以解决问题哦。反正刚开始，
好，大学该睡。真的前期比较不会欠债、欸，我现在这个钱跳的速度虽然没有很快，但也不会一口气就是狂负债，负债到想死。我、哦、感谢 CC， 感谢这个小膝盖14个月，好久没来了，小膝盖，谢谢虚定，谢谢虚定。嗯，好、哦，大学好了，大学好了。拜托帮我训练一些人才，拜托，真的是以学业立国。哦，这个，好，支付，这样瞬间得到技术了，各位。我觉得我刚刚到达那个垃圾信用评价很惨哎。好吧，那我先到达，然后马上把它买回来，我就不用付那么久的利息了。当初弄国债也很爽，结果其实没。完成了吗？等他完成，马上买回来。好，我马上买回来。哦，好，这样我就不用付一大堆利息钱。我靠，这边一堆贫民窟哎，我来干一下，25000了。存到30000，我们就会疯狂都更计划。哦，送钱来了，爽！来了，都市发展，盖了各位。然后，要盖住屋嘛，哈。先用租把这里盖满。这边盖一些公寓好像要紧连着路上盖。然后旁边要盖教堂，我超用心的，不要再搞我了，拜托。把杂货店。哦，但这样可能要盖很久哦。哦，好感度上升到70几%了，好久没有看到七字头的好感度啦，感动哦。我们来盖一个超级电脑看看，超级电脑给的那个不知道 O 不 OK。我先看一下我电力，我现在只有一个发电厂，对不对？电力在这里，那超级电脑盖这边。喂。哦，马上就住进去耶，很好，终于不是盖文字馆了、哦。对啊，我知道贫民窟地方应该盖点住宅，你们讲的没有错，那我盖一些啊。就代表这边有需求嘛，吼。来了，超级电脑来喽！哎，存档。Elections are coming, Presidente。现在投票应该会。在选举中投你3票，将与俄国关系加死，好，加死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研究速度哦，感觉很快，研究飞快了，爽啊！果然就是前面乱盖啊，现在应该好很多了。他现在是说没有人，待会就跟你说没有电。我将煤处理成石油、欸。Presidente.An oil tanker and a stray narwhal were involved in a hit and run accident off the coast. 漏油造成严重污染。哎、欸，我靠，还会漏油哎、欸！这刚刚没有发生过哎、欸，还会漏油哎、欸！啊，快！
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等一下，这个油漏的也太快了吧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神经病呢、欸？这个还好，间谍抢几千块，我是觉得还好。赶快 ！Great giant tropical spiders, Presidente. We have it. 靠腰，靠腰！我盖一下军事建筑物好了，刚刚都没盖。我盖一个太空计划，我还有个产生研究点数哎，算算算算算，先盖警卫塔好。也盖一下，然后。提供一队步兵，一队坦克。好，再来一个坦克啊！靠，这个谁来处理一下这个漏油啦？我先升级一下干船屋、啊。处理一下好吗，大哥？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弄我就对了。我的钢可以出口，我有布吗？我在想是不是军事只要盖塔就好，因为我自己有看别人讲说塔好像太阴霸了。我再多盖两个塔。感谢 Rich Latte 一年的续订，谢谢你一年来的支持，感动感恩。盖，靠腰，我们的食物真的要 GG 了，真的是。看一下研究，为什么食物一直降？这个吗？我看一下哦。付钱买食物，这样会上升吗？额外补给。好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啊，我的那个啦，我的超级市场是不是可以盖了？盖超级市场哈，哎，靠，还没研究，哎，十九个月，那先让他们饿肚子好了啊，先让他们饿肚子啊，还好还好还好，要两万多块钱啊，靠，食物史上的超级低点，好了好了，我盖食物啦，要求很多呢。要是种玉米吗？好像种玉米会好一点，的确，好像种玉米会好一点。我看哪里适合种玉米哦。绿色适合种玉米，是不是？这里吗？这里适合种玉米哦。我就当作是绿色适合种玉米了哦。对，来种两个玉米田啊、哦，不要种太多，免得又破产。嗯，因为它有时候绿色，它有时候绿色，看哦。Presidente， 哦，漏油清干净了，我看一下漏油，啊，变成蔚蓝海岸了，很爽，应该就是绿色了，不管了，盖了，盖了，盖了。对，可以用进口。
算了，农业这种东西很重要哦，还是不假他人啊。我觉得两个差不多哦。还有什么可以吃啊？香蕉也可以吃啊，种香蕉。我拉个路。而且农田是不是要帮他盖一点，盖一点那个、啊、住宅，帮他盖个住宅好。好，试试看啊。Our relations with the Great Soviet Union are now in the eternal. 可以派遣那个了。Our intentions of forming.好，我们现在要跟美国结盟，所以苏联打过来，但没有关系。我记得他打过来蛮弱的哦。继续偷他们技术。For too long, have the trouble. 会卡、哦，现在会卡吗？如果会卡的话，我再重开。好了，各位，再试一个月，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就可以好了哦。靠，被偷走3000块钱，为什么要防范不被偷钱？靠，食物还是只有10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偷到东西了、欸，好爽！我先安排一下研究。我们要研究什么？航空母舰、啊、航空母舰，把剩下没研究都研究完。30000多块，好猛！好，先存钱，待会核子计划一研究完，秒盖哦。为什么没啊？是没有玉米对不对？我盖个玉米，等一下玉米田，玉米田。熊熊忘记我们好像需要玉米啊，哪里可以弄玉米？这边吗？明天会开，应该会开台，明天应该会开台。但明天我待会再跟他讲明天要干嘛哦。靠，这也不适合种玉米。还有哪里适合种？这里都被污染，不能。这里。这里还过得去啊，各位。这边再盖个运输公司给他。这边要大量的运输公司。而且很有趣的是，运输公司不能升级，所以我只能多盖，它不能直接这样直升上去。8个月，各位，8个月。好，我们食物有微幅度的上升了2点。这个教堂是不是要升级一下？我给它升级一下。奥克吃到饱，超好笑哎！哇，这样还能升级？都出口，内销都不够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可以勒索哎、欸。The price of oil is climbing by the hour. We should exploit this. 好了，那我们就勒索苏联好了啊！谁叫人家派兵打我？可以改内需哦，我看一下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在玉米这里改吗？先暂停好了，免得时间过很快。哪里可以改成内需啊？
嗯，你们是说不是这里吧？应该不是本地消耗量吧？还是这里贸易吗？他应该不会全部运出去吧？不会那么白目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再过一阵子哦、喔，现在好有钱哦、喔，从来没看过有三四万块在我身上。他好像自动就是点了，本地消耗量好像本来就点了，有好像本来预设就帮我点了，所以不用了，不用，还蛮人性化的，至少不会那个。好了，快研发好了。其实没有很难嘛，只要我前面不要乱盖东西就好了、喔。虽然说食物这个我也是一个谜啊，到底要怎么提升我也是搞不清楚。Presidente, I encounter. 来了，研发好了、喔，先存个档，研发好先存个档。哦，耗了我一个晚上。真的假的？被偷走一万八，靠腰嘞！哎，怎么要防止被偷啊？好不爽！我就要存钱盖那个，也没办法、啊。好啦，盒子计划啦，盒子计划就盖在这里啦。敌方间谍是我要一直点那个，是不是？真的是神奇。好啦，我知道了啦，间谍活动就可以抓他们，对不对？反制敌人的啊，雷达、啊，神奇，来偷我钱试试看啊！贱人，机械化驻军是什么？试试看警察飞船好，好狂啊！哪里治安不好、啊？好，警察飞船来这里。那应该盖完这个任务就结束了吧？哦、这么辛苦哎、欸，这是提早84个月完成。有有，食物缓缓上升到16了啊！好啊，没有，他没有运玉米过来，靠腰又打过来啊！哎呀，我们部队好像还蛮多的。We must become independent from fossil fuels, as there are not enough. 发电厂完成涡轮机升级。好，这个还好，那就这个好了。We made our island a little greener, and being green is. 哦，绿色报酬，我、哦、免费的废物处理厂，哎。Immediate positive effect, but they bring the glorious future. 这个。不是刚好有一个任务是要盖废物处理厂吗？怎么现在那个任务没有跳出来？后腰怎么短时间内还没有把他们歼灭掉？不要吓我啊！把雷打出来了，就雷打不能升级。我看一下刚刚那个飞船，还在盖。还好，其实天灾都会给补偿金，所以我是觉得天灾还没有到很可怕。有些东西就非常可怕。哦，拒绝了是不是？啊，超级市场，大家有钱来盖一下超级市场。那我们间谍活动就不用偷技术了嘛，我们就移除间谍。揭发秘密是在干嘛？
会增加那个。好，偷钱，爱偷，未来偷你的。哼哼，这谁？间谍吗？杀了啊！狂偷我的钱！我两万块，得到两万块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盖一下超级市场啊、哦！希望是超级市场可以解决掉我们这个问题。住宅区都给它盖一下。这边也一个住宅区。靠腰太急了，这边有住宅区，好，一次盖四个，总不会有问题吧？又被偷十七，又被偷一万七，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美国马上送钱来，还好有美国啪啪，就你们在那边弄我，急杀。这些头目我都犯罪头目，红色的我都杀掉了，不管了。妈，一堆间谍。怎么大家不开心？我们不是那个吗？好了，花了大钱把间谍都杀死了，再给派进来看。好，结束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任务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盖好了，因为那个盒子计划盖好，左上角这里。哦，终于盖好了。哦，实在是哦，有点难。先储存游戏，真的是有点小难。哎，这只是一个改变世界，它主线任务总共有三个，这可以玩很久哎，哇塞。嗯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刚刚是在幸运岛，给大家看一下盖起来是什么样子。我先略过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后来独挡之后，的那个哦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成果。靠腰，怎么这个视角这样子转？我们今天后来独挡了好几次，最后独到最前面，然后几个关键啦，就是不要乱盖东西，然后住宅区旁边，我后来发现大学其实好像一间就够了，后来再也没有出现那个员工不足的状况，然后诊所什么该给给他，预算拉高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盒子计划，盒子计划今天可以做核弹还干嘛的，然后后来这边开辟一区农田区，然后有一个关键呢，就是哪里有。我发现哪里有贫民窟，就去盖住宅给他住。这样的话，好像好感度就还不错。我这边在塞车哎、欸，其实真的是难度没有到很高，是我前期乱盖然后负债。一个很惨的是那个啊，我那个命令借了国发了国债，然后不知道有利息。哇塞，哇，他社区哪里啊？你太狂了吧，大哥！你要打仗不跟我讲一声哦？好吧，哦，1989年了，的确有核弹了了。好啦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齁，然后明天应该也会开实况，但是明天会玩的游戏，我明天想要玩另外一个游戏哦，就是明天会出了一个新游戏，叫做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，叫做 Inside， 就是里面的那个 Inside， 然后我是看 PewDiePie 在玩，感觉好像还不错玩，然后明天才出，所以呢明天应该会玩一下 Inside， 那这个总统万岁我应该还会再找时间把它破完，我把这个主线都破完，把改变世界破完齁。今天就先开到这边。对啊，我有没有铀矿我也不知道，不管了，我就不去想这件事情了。